Dann kommen wir zum Schaf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老板鱼。
那个鸡爪子今天晚上那个得囤货，这个，来年关的鲜货多，这样的货那个零食不多了啊，这样的菜不多了，这样的一盘菜。
Thank you.